一直追着一个人不放，是什么感觉？ 追寻一个人，就像阴雨绵绵。你躲进屋子，逃不过雨天的味道。闭上眼睛，也都是雨天的声音。你可以做任何事，但你摆脱不了它。雨总会停，云总会散。你做或者不做，都是徒劳。不如想想，用什么表情相见？